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鲱鱼王龙哥。今天老板娘回来了，她说这里有一筐是一些淘汰的鱼，要我拿进去喂了一些大的雷龙。等一下说进去喂它，先去看看这些鱼是长什么样的。走了。哎呀，来了，手里。这些金鱼，他说是有一些是淘汰的，要我拿进去喂鱼。你看下面有一条死掉了，对，这条拿进去。但是他说不是叫我拿这条去喂鱼，他叫我拿这些去喂鱼，把这些都浪费了。看一下，这么漂亮，拿去喂鱼，确实是浪费。浪费，真的是浪费。这一条快死了，拿去喂鱼差不多。这一条挂了，拿去，这一条也拿去喂鱼啊。这个为什么也要拿去喂鱼？它鳞掉了吗？是因为掉了点鳞片啊？掉了点鳞片就不能要啊？它会死掉吗？不会啊。那可以重新长出来吗？可以长啊。哦，但是。不好看。哦，我是卖鱼的，我又是养鱼的，那也是，没时间等它。那也是，看一下，老板娘说他是那鳞掉了就不能要了，他都懒得打理他了。可以了，拿进去喂鱼吧。这一条，这里又有一条是三柱的。太多，何必死这么多？太多了，它吃不了那么多。又不会死，它吃多少就多少。哦。直接倒进去就好了。这么多。拿去倒个鲤鱼吧。好了，走了，进去。好了，这些都是拿进去喂鱼的，走了。拿到鱼房里面喂它，手里。哇，太残忍了，我觉得我。好了，先开个灯吧。灯已经开好了，走了。先观察一下它们是长啥样的，你看，这么大一条，先丢下去吧，一条一条来丢。好了，先丢一条下去，看看他们吃不吃。手里，他们不吃。他们没看到吗？游过去了，但是他也不吃。好了，这里有一条月鲤。有一条小鱼下去看它吃不吃。哇，好厉害，吞了，生吞了，十分厉害哦。好了，这些大肚婆有几条下去喂一下那边的二雀鳝，那边有几条二雀鳝，去看看效果。二雀鳝。他们不能吃吗？他们看到了，你看到吗？他们，吃掉一条了已经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。喜欢的关注我，我是鲱鱼王龙哥。刚才丢下去的金鱼，那条大的雷龙也没有吃，可能它看到我比较害怕吧。明天有空过来再看看它有没有吃掉，走吧。